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TB-10 的拔盖机，这个机器就是专门用于二次回收旧罐，将阀门拔出，这样的话瓶子就可以得到回收利用。整个机器是由气动控制的，接空压机，跟镜头中的就是接着空压机的那个线，然后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将罐内的气体排空，我们一般用小钉子把它排掉，这样的话确保罐内的气体排空。现在请试机，可以试机。